这是咱们店自酿的鹿角酒，入喉不辣，清爽绵甜，等会儿比赛的时候。啰嗦。姑娘，好酒啊，是不是？都是伤心人呐。我才不伤心呢，过得好着呢。来，姑娘，干。人生艰难，我把我的肩膀借给你了，想哭。 就哭出来了。做人好难啊！哎呀，这做人妖啊，可更难呢。来，坐下。 大家都静一静，屏风化雾比赛马上就开始了。但是，参赛的人员只有八个。老板娘，既然今天晚上我们大伙都来到了你这神来酒馆，我们都是冲着这灵犀屏风来的，我想您还是先介绍介绍，怎样我们大伙才能获得这个参赛资格？ 对呀，可是这参赛名额已经满了。刚才店小二在每桌上放了一坛我们神来酒馆的好酒，前八位喝完的，就是参赛选手。这不公平！对啊，规矩应该提前讲嘛。规矩应该提前讲。闭嘴！这店是我开的，规矩是我定的，谁要是不服，上来！ 姑娘，姑娘，您被选中了，跟我来一趟吧。选中什么呀？去了您就知道了。有酒吗？有，有上好的酒呢。来来来，好好好，好。我们走，这边请。喝酒。慢点啊，姑娘。我要喝酒。喝酒。没想到第一位参赛者是个小姑娘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。 叫什么名字？从哪儿来？现在成亲了没有啊？成亲？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呀？琼花怀了我的孩子。你不干嘛？我要喝酒。把他弄下去。是。我要喝酒。喝酒。 八位参赛选手已作画完毕，但是灵犀屏风没有丝毫反应，所以本次比赛没有赢家，就此结束。不同意！不同意！不同意！